下面我们讲摩擦步，大乘拳的摩擦步，可以说是步法之母，所有的步法都是从摩擦步衍生出来的。摩擦步也是一种势力，确切地说，它叫腿上势力，它侧重的是下肢与空气之间产生的摩擦。 像做勾错施力、神龟出水施力和其他所有施力一样，摩擦步也要重点体会空气的阻力。摩擦步和正常人走路区别最大的是，一般人走路，他先动的是膝，然后再把整个人带过来。但是摩擦步，它的运动程序是先。 重心先偏移支撑腿，然后提胯，纵膝，脚掌要平，脚下好像踩着一个木棍也行，把它搓着往前走。这就是摩擦步两基本的要点。现在我们来看摩擦步的具体练法。 两个手平伸，摩擦步的起势一般是这样。臆想当中，两个手按着两个栏杆，也可以臆想手按水上浮平。为什么要按水上浮平呢？因为我最终所练训练的是伸介手力。如果呢不是浮平，是其他的东西，就带不起身形了，很容易就把。 这手上的力量就过大，按浮萍，为的就是用很微小的力量带起身形来，最终求得身法步法的轻灵感。摩擦步的训练，一开始先从一步一步的进退开始练习。注意，两个手所摁的水上浮球也罢。 水上浮萍也罢，两个手的力量始终是轻重不一的，轻重互换。当身形长起的时候，要记住起如挑担；当摩擦步前行的时候，要记住是落如怀虫。它整个摩擦步的路线是在空间是呈起伏状态。 摩擦步依然不能脱离混元桩的所有要领，只是把混元桩适当的变了一下势，用胯部的力量把脚送出去。这时候脚就不要动了，用腹部的力量把前脚顶出去。 轻轻平起平落。这时候的落脚要富有试探性。所谓脚踩，行步如履薄冰。假如说脚下所踩的薄冰突然被我踩破，能够及时的回撤，这时候才能使整个的摩擦步不成为一种固定的程式、程序化的东西。前脚落地以后，重心缓缓的前移，像示例一样。 越慢越好，因为越慢越能够全面细致的体会混元桩的各个要领。这时候千万要记住，尽管我的摩擦步的行走是曲折的 S 型的，但是整个视线要牢牢的锁住自己面对的假想敌，不要因为我的步伐是曲折的，视线就也产生了左右偏移、游离，这样就不对了。 现在我们接着练习。这时候需要起如挑担似的身体上拔，要伸介手力，踢后胯，踢膝，脚下、脚前都要有空气阻力感。当走到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略有停顿。这时候我的大脑。 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化的东西，我也可能向前。
也可能向后，也可能向左，也可能向右，但是我这是站的时候，静静的始终处在一种出脚无序的一种矛盾感状态。出到这时候，注意肩胯外转，前趟，迈脚迈多远呢？迈到我用我后腿的力量，用我头向上领的力量把前腿抬起来，迈到这个位置就可以。如果迈大了以后，就失去了进退的自如的灵活性。这样，一步进退，反复这样练习。练习摩擦步的时候，它动作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体会，前面我们讲过多次的牵挂的那种感觉。当脖颈一动，整个两个手和脚之间都产生了互相呼应的张力。试探一下，拳路上管这叫出寻问路。练习者一定要注意，一开始是手按水上浮萍，随着功力的加深，随着练功时日的延长，要设想小臂同样在借着下按之力带起身形。这是一步进退的摩擦步练习。练习摩擦步有几种意念，大家可以自己灵活的选择一下。有一种意念是汤水，为了强化空气的阻力感，可以假想自己站在七胸深的水里边，膝盖前面都是水，这时候要自己体会一下膝盖这个地方是不是放松下来了，如果是绷紧的就不对。前汤汤水，为了进一步的强化，可以假设自己汤泥速度更加缓慢，这时候我们前面讲过的蛇形脚都可以在摩擦步当中蕴含着摩擦脚和蹬脚的力量，始终蓄而不发。当汤水汤泥这种意念有了相当程度的感受以后，为了增加整体行动的一味的空灵感，这时候就要设想自己站在薄薄的一层冰面上做摩擦步的练习，要通过这种假想的意念练出实际的东西。如果练不出身法步法的空灵，那么这种假想的意念它就是一种虚幻的。注意走摩擦步，两臂之间它的凝果开合撑抱都要一一的遵守到。现在我们再来看
完整的摩擦步练习。随时都能进，也要退，也可以横拉，都可以。摩擦步包含着大成拳、畸形步、八卦步、三角步、陆地行舟步、颠步及所有的步伐，所以称它为步法之母。在摩擦步练习的过程当中，习者还可以刻意的去体会我们所有讲过的身体在空间的悠荡之力。我们讲过，摩擦步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要和施力、和后边的实作、推手以及站桩相互印证，相互印证，反复体验。如果学者能够在这种动态的摩擦步的整体移位过程当中体会到混元桩的浑厚那种感觉，这就对了。当我往回退的时候，手两个手有一个向前的外撑，但是外撑不要丢掉两手的开合，千万不要像有些人一样不知不觉的把肩耸起来了，那样也不对了。不要把手臂无限的伸直，伸直就失去了混元桩的根本。有了这个摩擦步的基础，再做我们前面演示过的各种活步的发力动作，你会觉得更加自如，更加灵活，上下更加协调。作为一种整体移位的摩擦步施力，习者不但要体会下肢的阻力感，还要进一步体会身体以及上肢与空气支撑之间产生的深刻的一种摩擦。在整个摩擦步的进退过程中，习者一定要做到身体整体在各个位置、各个角度都能做相应的发力动作。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配合练习腿法的一种将两种腿法蓄而待发的高摩擦步练习。高位的摩擦步有一个很重要的要领，刚才没有提到，现在我们着重来提示一下，走摩擦步一定要磨漆擦净，所以不要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把裆部暴露给对方，要磨漆擦净，提垮纵膝，练习这个高摩擦步要有前面所讲过的独立桩的基础。也许可能要做蛇形脚，也许做蹬脚，这时候完全根据我的意愿来行事。也许我就蓄而待发，始终蓄着这种力，反复体会这种高位摩擦物。
高位波浪步的难度很大，作为初学者来讲，不要轻易的去练它，否则容易引起全身的紧张以及整个人体平衡失去这种平衡。在有了这种摩擦步的基础，才能做风帆式立、蛇山手式立，以及活步的深盔出水式立、柔球式立，上下就会更加协调一致，周身才能达到一动俱动、一静俱静。这就是摩擦步的基本作用，因为不断的强化下肢与空气之间的阻力，这时候出脚的力度是非常沉重的。如果没有这种摩擦步的体验，没有这种和空气阻力相呼应的体验，那么每一个出脚就会漂浮无力。练习摩擦步，一般最好是先体验桩的感觉，然后再去寻找汤水汤泥出脚行步的沉稳。下面我们介绍一种练习摩擦步的一种辅助功法。如果没有真实的体验，单凭的身借手力无法来体验到底我借多大力量，这时候找一位舞友让他支一个桩，这时候我的手摁动他的肩架，不能把他肩架摁下去，如果摁下去的话就不是伸借手力了，轻轻地摁住，这时候借着下按的这种轻微的力量将身体长起。为了真实的体验这种伸借手力，不妨我们平时做一下这种试验。当做下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舞友或者叫助手把他的助手的肩架摁下去的话就谈不上伸借手力了。轻轻的两手向前按动，借用这种下按之力，对方的肩架没有出现任何变形，这时候提垮纵膝，这是提后脚，还可以体会提前脚。踢后脚，平时自己空练的时候经常做这种练习，踢垮纵膝的练习，然后再反复空做和助手和自己的同伴做这种试验性的体验，这种伸进手力，然后逐步的去体会那种摩擦步行进的过程当中和空气游泳，在空气中游泳的那种感觉。有了摩擦步的基础，我们可以接着训练大绳圈的畸形步。畸形步是模仿鸡在地上行走，以垮代步，以身推前脚往前不断的前行，后退。这时候注意不要像有的人一样把后脚出去以后人带过来，要先动垮，像足球运动员那种过门动，把垮先出来，然后脚自然跟过来。前进的时候也不要主动伸前脚，要按照摩擦步的要领来做，用小腹把前脚顶出去。这时候当重心长起的时候正好是一个身形灵起，这时候就是一个身如挑担，两个手的力量要同时虚实变换，
所以说，肌心步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光是步法的训练，它是一个整体的侧重于局部，手上的东西不能丢掉，不能成为一种死板板的一种架子，在这儿固定不动，脚底下来回前进后退，那没有什么意义。手上做不停的虚实互换，臆想当中打抱拳，打什么拳都可以，脚底下做这种肌心步的训练。 一开始练，可以练一步进退的训练，先慢慢的求舒缓，筋骨求舒展，速度求缓慢，缓中有快，整个。 做肌心步的时候，最好是做出来整个人好像悬在空中一样，但是整体又不能失之于漂浮。熟练了肌心步以后，可以做可以做一些假动作，比如说假装的前进，突然后退，假装后退，突然前进。 灵活多变，这是左式的肌心步。再看右式肌心步，抱拳桩，两个手在。 不断前进后退的时候，要保持桩弓的圆整。这是肌心步的训练。接着，我们来演示和讲解大绳拳三角步。所谓三角步，仍然是。 抱拳桩为预备式，这时候前脚在摩擦步的要领前提下做前脚斜线外拉。这时候整体是一个发力之前的蓄势，前撞，回拉，回拉。这时候从这个点到这个点为一条线，这个点。 到斜向一点为一条线，如此形成三角形路线。做三角步熟悉以后，可以做向。 右侧迂回行进的三角步练习，这时候最基本的桩是右式的跑前桩，斜拉、前撞、回撤、调整，熟练了以后可以把动作适当的加快，动如行云流水，把手的姿势可以在整个步法当中解放出来，不固定在一个招式上。 做三角步，可以适当的结合一下肌心步。
这是三角步的训练。下面我们再来看八卦步的训练，比如以这个黑点为圆的中心，可以变换各种架子。我们可以做最基本助力八卦掌的预备式，进行八卦步的练习。注意，前脚要外摆，沿着圆线外摆，后脚行进落脚的时候形成里扣，带起来摩擦步，前趟转垮落脚，踢垮前趟里扣，视线始终看着原点，注意始终是垮带着脚走。托鹰桩走八卦步，转身换式，作为一种休息的站桩，累了以后，这都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功法来疏散身体有些没有放松开的身体内在的气血流动，可以加速它们流动。分水式八卦步，反身可以做相反作用的八卦步，相反预备式的八卦步。分水式，手前分水，脚下趟泥，平起平落，两脚外摆向里扣，大成拳的侧闪步，侧闪步的动作幅度不要大，要在微动之间完成动作，两个手基本上不动，保持正常的桩架就可以了。然后做短促的侧闪动作，以垮来带动脚，重心横移，整体的，然后带动整体的横移，然后再恢复到原位。假设对方出直拳之类的拳法来进攻我，脑子里要有临敌意识，这样既锻炼了步伐，又培养了大脑的反应速度。在侧闪步的同时，可以适当加上后脚颠步，
又是的侧山步练习。 也可以单脚侧闪，后脚不动，结合垫步。 这是侧闪步的锻炼。现在我们练习大成拳的蛇形步，强化这种左右迂回突变的训练，以摩擦步为基础，上肢可以适当结合蛇山手来练习。 两手做相应的护头动作，注意磨膝擦颈，提膝互当。 左右虚实不定，这是蛇形步的训练。现在我们来介绍大成拳实战当中经常运用的碎步、大步和撞步。所谓碎步，就是 步幅很小的步伐，一般不超过一尺，在半尺和一尺之间。当我远距离对敌的时候，两手护好头，注意防护自己的肋部。这时候做碎步接近对手，不一定非得直线，也可以做相应的刚才那步伐，畸形步、三角步。在运用碎步过程当中，注意两手护头，看住对方的两个手， 不要让它打着自己，这时候脚下走碎步，步幅不宜过大，这叫碎步。因为它步幅不大，所以我们管它叫碎步。碎步的优点是重心变换比较容易，相当快。 如果大步接近对手，一个容易暴露裆部的要害部位，一个是重心移动就非常笨，而碎步就可以避免了这些弱点。进行碎步接近对手，接近到对方将要能打到我的时候，这时候要注意利用一些相应的虚晃动作和假动作，手上的假动作，这时候 或者对方出拳，出拳的时候，出拳手拳或者出后手拳，两手封堵对方的时候，这时候切断对手后路的时候，要用大步，借助腹股装的训练，练出拉长大腿内侧的肌韧带，做大步插入敌后，不要让他跑了，然后迅速的跟进后脚，这是大步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一遍左右迂回，大步的运用，这是大步运用。现在我们演练一下单人式的撞步练习。
连环的桩木练习。 练习桩步，看着是一个简单动作，但是要注意到，当前脚，也就是左脚前蹬的时候，两个手要做，两个手同时向外有一个瞬间的蒸力动作。这时候眼睛不能看着脚下，眼睛要看着假想敌，看着脚触脚的方向。这时候头拧起来，脖子正直。平时站桩的时候，也多做桩步的练习。 多做这种桩步练习，这样也能够强化大步的动作幅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在平时。 夜深人静或者周围没有其他干扰的时候，做一些碎步和大步的强化训练，比如说这样走，忽快忽慢的碎步进退。 碎步，大步，撞步，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有了前面站桩、矛盾桩、托鹰桩及其降龙伏虎各种桩法的训练，以及示例摩踏步各种功法的训练，以上的都是一种单人训练。但是作为一种传统武术的实战拳种，必然要进行双人的练习。作为一名初学者来讲，进入自由的实战容易引起。 身体不必要的损伤，前辈呢就发明了这种推手形式来体验双人对抗，以体验对方的力量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力量变化，最终求得得势得力，寻找进攻机会。可以说，推手大成拳的推手是一种双人实力，它比单人实力复杂了许多。 下面我们就来演示和讲解一下单人推手。所谓单推手，就是敌我双方各前伸一个手臂，
以接近手腕的部位相搭，要保持矛盾桩，也可以说是侧面混圆桩的要领。这时候掌心要向里，头拧起来，整体松下去，向下接受地球的吸引力。这时感受一下对方的变化，一般人推手是将劲推，那就不对了。练习单推手，第一个要点要明白，点上是紧的，根筋是松的，身上蓄着力，始终蓄而待发，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手指指向对方中线。有时候手虽然没指向对方中线，但是我的力点的方向是奔着对方中线去的。一旦发现对手偏离了我的中线，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有可能极有可能形成习惯化的横波，这时候的横波呢，我就不跟他画圈了，直接使业掌打过来就可以了。在训练过程当中不能像制敌一样，因为这是训练，可以让对方适当的指向自己中线，让对方把自己推回来，而不是自己主动回来。如果主动回来，就失去了这儿的听力了。当对方力量到尽头的时候，我掌心慢慢转向下方，使用滚点之力把对方力量化解掉，然后用勾搓之力的前推，记住点上要有向前的挫劲儿。在向前挫劲的时候，臀部要有下坐之力，背部要有后靠，头领上去，脚往下踩，形成三角力的相互支撑。在整个打轮的过程当中，要细心体会对方力量的变化，后手要做相应的回护，这个手要做反复配合前手做回护，反复的回护动作，后手时刻蓄力待发。虽然是单推手，但是我们脑子里所想的是只是跟对方单手接触的一种实战，千万不要想的是只是跟他一种你来我往的一种单纯的画圈，这就没有意义了。他实际上训练的是两个手向他点上对方力量的变化。假如说对方想使腿，这时候点上必然要产生了一种空虚，空虚的时候不要理他的腿，直接奔着他中线一摁，他自然就会后退，所以腿法自然就使不出来了。千万要注意用力不要使偏，要攻向对方中线，缓缓的，不一定使多大力量，就像两军对垒一样，先放出一小队的侦察兵一样，体验一下对方力量的虚实就够了。当前进的时候，记住手和前膝是同时向前运动的，当前膝运动不能超过前脚尖，后退后垮不能超过后脚跟，始终在这个范围内做动作。反复多次的练习，一直到能够熟练的感觉到对方力量的变化虚实。每天站桩以后，尽量的去找自己的同伴做这种单推手的练习。再来看左手打轮，根据对方的情况，如果对方不进，我就主动进；如果对方我的力已经到了伸到尽头的时候，不能再伸了，再伸我的桩就破了体了，这时候就不伸了，等着对方来进，要用螺旋滚点的力量来后移，身形在像面对对方的45度和25度互换，把对方放进来，然后才能在对方力量最薄弱的时候再把他逼回去。单推手还有许多制敌的招法，我们来简单介绍几种。作为制敌，在训练当中是肩撑肘横，在单推手制敌的时候要适当的坠肘，因为
这时候能够给适当一对方一个斜面，让他的力量放不到我身上来。这时候经常有一种抢点的功夫，就是说跟对方搭手的时候，让对方伸到半途当中，我再起手护住头，以接近肘部的位置来搭对方接近腕部位置，这是一种杠杆利用法。然后不要急于进攻，如果这时候我急于进攻，对方还会把我化解掉，这时候身体用一个大幅度的螺旋来带动手上小幅度的螺旋，做一个控制住对手以后，做一个进步的发力动作，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以前演示过的虎扑。单推手还有一种滚点，当对方力量逼近我的时候，我以小臂上侧接近对手，掌心尽量向上翻，然后不要横拨对方，让对方力量放进来，然后手中守住我的中线以后，手指手掌向下转，对方的力量自然就偏向我的身体外侧，这时候他就不敢再继续前进了。注意后手，看着对方的右肘。这叫滚点化力，刚才那叫强点制敌。还有一种挂点的功夫，当单推手彼此打轮制敌的时候，故意给对方一点力的刺激，刺激对方，让对方形成跟自己形成对顶。如果对方对顶的时候，要及时体验到这种突然的对顶，对顶了以后怎么办呢？就用身体长起，用我们原来演示过的反劈动作，当然这种反劈不要单纯的向地面劈，要手指对方中线，身体长起，在深龟出水势力的基础上来做这个动作，这为挂点。挂到什么程度呢？挂到对方重心恰好要失重没失重，这时候最好。注意，虽然看着我的身形是向前倾的，但是我的整个人是向后拉着的，这时候才能形成蓄力如张弓，发力如放箭。这是单推手的几种简单常见的用法。刚才我们演示的是定步的单推手，下面我们来演示和讲解双推手。双推手是一般是以动步形式来训练的，实际上就是两个手在做蛇山手训练习，只不过是加上了双人对抗。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推手的打轮动作，大家让对方压住自己一个手，形成拓宝贝的装法，而自己站住压住对方的前手，这样形成两个手的用力始终是相反的，一个手向前指，指住对方中线，一个手向回挂，护住自己中线。当打轮过程当中，两个手记住两个手的用力始终相反，我后手前指的时候，左手就形成了回挂，这时候要配合着身法步伐来做双推手的打轮，在这种整体移位的过程当中来体验对方力量的变化。摩擦步的要领、各种势力的要领以及混元桩的基本东西都在这双人势力当中。要以身体带动肢体来做动作，头始终保持灵起来，要体验那种整个人在空间的悠荡的力量，不时做忽进忽退忽左忽右的整体移位。多次练这种双推手的打轮之后，可以相应的体验一下双推手的几种常见的制敌手法。双推手制敌手法有一种惊敌练法，当我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如果对方力量形成了下压，我可以顺着对方的下压动作，然后化解开以后，
把我的手翻上来，突然伸向对方的身体中线，形成身体整个人在这儿蓄着力，但是整个根节是放松的，用整个一个手臂的重量来短促的把对方惊起来，然后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再做先惊敌后鼓腹。这是右手惊敌。还有一种滑点，当走到这时候要以点找整个这一个面，顺着不能直接奔对方中线，直接奔对方中线对方顺势下岸，这个动作就没有了，要顺着对方轻微用轻微的力量顺着对方的里侧来滑向对方中线，这时候他就摸不清你要干什么，这时候突然控制住对手，用刚才所讲过的撞木来把对方发放出去。如果对方向我中线逼来，我怎么办呢？就是刚才做的蛇山手，用尽量用步伐和身法来化解对方，手上尽量小动随动，随着身体步伐的移动来做手上动作。在这种双对手的过程当中，可以反复体验勾错施力。神龟出水施力，做劈拳，可以体会做崩拳，崩拳之力而不是崩拳之形，可以体会做栽拳，顺势栽拳，但是我不一定要打出来，但是要体会这种力量，在双方粘连连随的互有进退过程当中，体会大乘拳的各种发力手法。前手炮拳，后手炮拳，现在介绍双推手两个常见的肢体手法，一种是横向影偏，一种是纵下回挂。在做勾错施力的时候经常我们做这个动作，现在在双推手当中会相机的把它用上。它在什么时候用回挂呢？先向上搓对方的力点，让对方力点也跟着我力点向上，这时候利用对方向上的斜面，这时候这个手要注意，这时候我们两个人这个手是实的，这个手是虚的，但是这个手呢要随时体察着对方的力量，不要让对方打进来，但是主要的进攻在这个手，这时候向上较劲，较到一定程度较出对方的向前的力量，然后猛然的一个回挂，掌声回挂，这是下挂。还有一种引偏，引偏怎么引呢？这时候仍然是左手为虚，我的右手为实，这时候还是刺激对方向前的力量，如果对方顺时的就着我的力量，他顺势往回，我这个偏劲就没有了。如果对方形成对顶，这时候做横向的引偏动作，在双推手打轮过程当中反复体验这两种肢体手法。注意的，我们平时以前说过的手腕扶平，身借手力，借着对方的力量来代替我的身形，提胯纵膝，这样才能做到上下协调一致。双对手就介绍到这里。